越到深夜，港面的雨势越来越明显，渔民紧急把船只靠岸绑好，海巡人员也随时戒备，可能要出港救援。因为傍晚时，海上传出海军舰艇沉船意外。 就是这艘编号1365运补艇，船只已经在金门外海整艘沉没海底。海军1551舰队运补艇为前方，开口式小艇，全铝合金材质制作，有别于传统平底型，采 V 型底设计，着重于车辆装备物资运送用途，暂时登陆抢滩可装下2辆悍马车。 当初有5艘和玉山军舰一起交船，其中4艘就配置在玉山舰上乌槽洲，属于海军1551舰队。24号下午，两艘舰队登陆艇在执行金门离岛运补任务时，在返航期间，因为海象不佳，涌浪过大，其中1365艇舱间进水，船上官兵紧急进行排水应变处置，但最后因为进水量过大，下午5:18在六罗湾八海里处沉没。但幸好船上5名官兵紧急登上旁边2辆三沟运补。 艇两船11人全部平安回港，无人受伤。经艇上官兵发现后，即实施紧急排水应变处置，唯因进水量过大，1365艇于六罗湾八海里处沉没。 总统府在晚间也发声明回应，指出国防部长邱国正已经在第一时间报告总统。总统也指示国防部务必顺利完成人员接驳，确保两艘艇上11人都平安回港，也要进一步厘清完整的事故原因。人员均无损伤，并完成2艘艇11名官兵接驳，已平安返港。 但怎么会进水如此严重？国防部初步解释是天气、海象不佳导致，但有没有可能是人为疏失？沉船的真正原因恐怕还要厘清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 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